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，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点关注，这个是我本人的号啊，只有这一个号，你们只认这一个号就可以了。对，路还长，就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如果太在乎外界的话，真的玩不了这个，玩不了这种，就比如说你分享一个照片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，如果你每一句话很在意的话会很累的。我这么久了，这么久了，我就只有昨天我回复过一个黑粉，只回复过一个，就是现在的我已经半年了，对不对？只回复过一个黑粉，是他在下面说很难听的话什么什么的，他说一点都不想看见你了，不喜欢你什么的，然后我就真的，我就觉得，我就，他就这样说，然后我就正确的回答了一下，我就说，我说阿姨，我说这个是一个平台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你明明可以直接这样划走，对不对？明明划走，但是你要停留下来，然后你还要留言，然后你还要打字，然后你还要编辑一串，就是伤害别人的话。我说你不喜欢我，你可以明明这样划走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然后你还要留下一句删我的话，我说你明明可以选择不看，对不对？你就是，我说何必给自己就是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后代，都有孩子，都有女儿，如果你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的话，你想你的女儿被别人这样，你会不会难过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有女儿的。然后我就说好人一生平安，真的好人一生平安。我就说不喜欢这个平台，你视频这么多，对不对？这么大，你可以选择直接快一点划走，但是他不划走，然后又要停下来打字编辑文字，然后编辑一串伤害你的，真的太难了。但是我也觉得哎呀没关系吧，我之前都是不理的，就昨天回了一句，我说明明是可以划走的，但是你非要停下来，然后还打一串文字留下伤害别人的话，真的好人一生平安呀。但是我相信我的喜欢我的阿姨还有姐姐，这些我觉得95%都是非常的善良，都是格局比较大，也是很善良，内心都是比较开明，然后都是心态非常好的阿姨和姐姐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们都会因为别人说我，然后也会去帮我去说呀那些，我觉得都是真的，就是缘分才会让我们走到现在。因为我们也应该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应该也不是认识一两天了，我们也是快半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我觉得都是大家都是彼此互相了解，彼此互相的欣赏，互相的就是这个喜欢对方，我们才会走到今天。我也希望就是明年的今天，后年的今天，我坐在这个地方开着直播，我也相信阿姨还有姐姐还有的哥哥喜欢我的，维护我的哥哥，就是还有叔叔，这些都是大家都是怎么说呢，我都看在眼里的。对啊。感冒好了的。其实我家里的人大家没有接触过，但是有的通过视频看到过，前天在视频号你们也看到我的外婆爷爷，还有就是我的舅妈呀，还有我舅舅呀，还有我的
阿妈的妹妹啊，这些家里的人都是很面善的，他们都是心非常的好，也不是说夸自己家人嘛，确实我们家的人，就是我家里的那就是亲人呀，这些都是很面善，心非常软的，所以这种的话，就有的时候会受到很多欺负。今天忙完了，今天周五下午了，所以就和你们开个直播聊聊天这些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。长沙没有去过，长沙没去过。我是还没看过海嘛，然后上个星期不是因为有个那个什么什么事，然后就这个海好像以后就没有这么的漂亮，然后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海的。安就说上个星期的时候，他说还趁这几天能赶到去看一场海，他说要不带你去看一下海，我说算了吧，我说你太忙了，我说不能影响你的工作，我说以后还是可以的吧，以后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就是他上一次上个星期他怕再也没有很美丽的海了，他怕我错过，然后就说去看一下，然后也没去，因为我觉得他挺多事情的，我觉得不想影响到他的工作，因为他也很辛苦的。不理不睬那些人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因为我和安我们两个的底线是什么呢？永远不去伤害别人，我们也不会伤害我们彼此，也不会说带有什么什么目的啊，就是说什么的去伤害别人呀，反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一直记录下去，喜欢我们的，相信我们的，慢慢的关注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会发现的，大家都是有感受的。我们做好自己，不做违法，不做就是这个伤害别人的事，不去羡慕别人，不去诋毁别人，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眼前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我的爸爸，我爸爸在他的家里。谢谢关注。这段时间我妈妈他们都没有什么农活的，这马上就要冷起来了，没有什么农活，他们玉米全部都放下来了。今天种了一点土豆，然后就没事儿了。哎呀，我妈妈来了，不到两分钟，她又要拿那个什么吃的给我，然后我不吃，我吃了又有人说，你除了吃你啥都不会，啊？不想吃，你吃我不吃。啊！我不吃。看我那个。你这个。你要吃你掉嘞。哎呀，你吃。来，我不吃啊！我吃东西的话，他们要骂我嘞。不能吃东西，他们说不尊重，不能吃。你吃。我吃。你吃。你看，好久都没看到过这些东西了。每年都要看一次，很难吗？这做么好的意思很难有哦。你看这个是，这个包子是那种就是以前那种土包子。原生态的，对，这些就是原生态的。我喝水就可以了。这是自己家的，不是你们街上卖的那种啊。
直播小直播尽量少吃东西，下播再吃。好好好，好，我从今天开始以后都不吃了。那以后万一是安安和我在吃饭的时候直播呢？那我以后就给安安说，我说吃饭不能开播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以后安安说吃饭的时候和他们聊聊天吧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吃饭不能开直播，我说他们会说不礼貌，以后就尽量吃饭的时候不开直播。对，那天因为我虽然因为我已经做到尽量的做好我自己了，但是真的人真的再怎么好你都做不了人民币，不会让每个人都都满意的。我那天安我们两个吃个烤肉，那天安请我吃烤肉，然后很久没直播了嘛，因为他毕竟他开公司的几十号人，他每天事情很多，就难不得有一个空的时间，就是刚好吃饭那个阶段就刚好两个小时，他就说要不开个直播，又和他们见面又可以边吃东西。结果下播之后他们就说，哦哟，你又吃东西了什么的，那是晚饭，天哪，我都真的太难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晚饭，那是晚饭，那是那天的那顿晚饭，安就在我对面吃，我不可能他自己一个人吃，我不可能不陪着他吃，对不对？我很讨厌一边主播一边吃东西。好的，对不起，那以后尽量就是不吃嘛，不吃，因为我刚刚我妈妈拿东西给我吃，我也没有吃，就说真的对不起，不吃了。我今天真没吃啊，我没吃的，因为我们家乡的话很多小东西的，比如说有梨子呀，有黑桃呀，这些全是我家里的。我妈妈给我，我没吃的啊。给他们看，我那么吃过面。给他们看。你不吃吗？我不吃呀。吃了的话，吃过这个面吗？好的，我妈妈说给你们看一下，童年的回忆，给你们，她说给你们看一下，童年的回忆，我不会吃的，闻一下。香不香？来，老金。这懂啊？太难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们这个地方点点关注，对这个地方我们点点关注就可以了。这地方，对这个我只有这一个号啊，你们没有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然后这是我本人的号，里面有很多作品。哎呀，太难了，我不吃的啊，我不吃的。人家还有吃播呢，为什么这些人要求这么多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家里的人吃我不吃，我尽量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100分的满意，但是我会做我自己的。我妈了，她最喜欢吐什么？阿爹，露出过年阿爹，露出过年阿爹母语阿爹，谁这样子的这样噻？我表哥说明天给我买麻辣烫。不给你们直播了，明天我吃麻辣烫的时候就不给你们直播了，不然要被骂的。因为我觉得啊，就是说有些时候吃饭嘛，安是一个很忙的人，他真的是一个星期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小时，但是刚好又要吃饭，他就趁这个时候边吃东西，大家边吃饭，然后和大家直播，但是大家又觉得很讨厌，那就那种吃东西的，那以后就尽量，我给他，我待会儿下播我给他说一下，我说他们都不喜欢吃东西，
我就说以后尽量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去开。吃吃啊。菜吃。没菜吃。安多。西门庄。对，我在抖音直播啦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可以就是在我的抖音，对，抖音。你妈看了这个是啥？你妈看了这个你阿考跟我这芝麻是公的吗？哦不不哦，芝麻阿比妹，芝麻阿比妹啊啊，他不是那妈妈看。哎呀，欢迎刚进来的恩主播牛猫。你妈可是啊，我芝麻人员是没芝麻，你不是在说啥子吗？我去过人员上问过呢。欢迎刚进来的，欢迎。对。